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Collapsible Wine Glass，中文名字叫折叠式酒杯，是 Joshua J 的作品。这不是一个魔术道具，而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魔术工具。虽然没有教学影片，但是有很多魔术效果都会用到一个玻璃杯。例如，预言魔术的话，可以把预言放在杯内。纸牌自动升起的效果，可以把整副纸牌放在杯内，让纸牌升起，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效果。除了证明没有人可以很容易触碰到杯里的东西，也会让观众觉得效果比较高贵。但是真正的玻璃杯很容易破碎，尤其是把它跟其他魔术道具放在一起。这一个工具包含一个塑胶杯，一个特制袋子。杯子的材料是很坚固的塑胶，但是看起来很像玻璃。还有一个特制袋子，所以携带方便，不容易破碎，安装也很简单。安装好的杯子尺寸是 19cm 高 ,7.5cm 宽，重量是154 grams。 安装简单，只需要几秒钟。杯子可以放一副完整的纸牌在内，也可以倒水进去，也不会漏出来。树脂很高，不容易刮花。弄脏的话，用水跟抹布清洁就好了。正常使用下，可以用一辈子。Collapsible Wine Glass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，在合适的环境下一定可以提升你的魔术效果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Vanishing Ink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他们的网站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